这个世界整个乱了。动乱的根源，迷失自信，丢失了传统的教育。传统教育宝贵呀，祖宗啊，千万年的智慧结晶，经验的结晶，留下来良好的方法。这些方法是真理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无论放在哪个地方都灵啊，都管用啊！啊，你要把它淘汰掉，你要说这是落伍的，跟不上时代了，那你的罪呀，你可得有的受了。啊，好东西都不要了，啊，要新东西。新东西多好吗？跟老的比较吗？能超过吗？能超过的很有限，不能超过的就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所以此地讲的立身，什么是真正的利益？在利益众生呢？什么是假的利益？虚恶，什么是真恶？什么是假恶？你要不把它搞清楚，肯定你就做颠倒了。你把好的去掉了，把恶的留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认识。现在摆在眼前呢，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，不是祸啊。啊，就在我们的眼前。啊，我自己也遭受这个苦难了。啊，还算是什么三宝加持，在天天讲经啊，要不然这个身体早就没有了。啊，身体并不是很好啊。毛病很多啊。啊，需要的养分自己不知道啊，这么多年来，很多同学送过的补品，不敢用啊，啊，全部都拿去送礼送别人了，啊，所以我常讲，不要送东西给我，啊，我根本不吃这些东西，啊，那现在医生给我诊断是，那是我迫切需要的。不知道啊，常年住在海岛啊，住在这个海岸边缘，体质是凉性的、寒性的、寒湿。所以毛病的时候都从这是出生的，需要什么呢？需要任能补充啊！你看以前不敢吃花生，喜欢吃花生不敢吃啊，吃几粒这嘴巴就也上火气就上升啊，不敢吃辣椒，凡是烧烤油煎的东西都不敢碰啊。现在医生告诉我，这些东西都是你需要的，需要补充热的能量，你身体才会健康。啊，以前人参不敢碰，全部都送人。
啊，现在就是告诉你得多吃才行啊。通过简单的一些治疗，哎，现在尝尝看，没问题啊。以前不敢吃辣椒，你看现在我每餐饭都要吃辣椒。啊，大量的吃生姜，啊，还告诉我，啊，这些红参、高丽参、热性的都要多吃。啊，尝试了这一两个月，好像是有一点效。啊，这就是不识货啊！啊，对身体需要的，认为是不需要，丢掉了；不需要的，良心的拼命吃。啊，青菜。啊，水果都是需要寒湿性的，啊，身体是个寒湿性的，再多吃这个，所以身体精神越来越差。啊，告诉我这个东西不能吃了。啊，水果也要调热性的，不能吃凉性。啊，你看这么多年的错误。人家告诉我，啊，果然说的有道理，啊，我们相信了，采纳了，改变饮食的方式，啊，从这个里面取得了健康。这是举一个例子，例子太多了，举不胜举啊，那这不学怎么行呢？啊，不学都不知道。啊，全搞错了，以为自己是正确的，自己是对的。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